现在是早上7点，给大家看看我每天起床后的生活。但是先得看看宝宝的情况。每天早上我就习惯喝一杯温水加点蜂蜜，喝完以后特别的滋润，特别的舒服。然后就让我们开始晨间护肤吧。大家还有什么想看的吗？评论区可以告诉我哟。丹尼尔醒了，醒了啊！哎，走，我们去洗脸了。走啦，好。不、现在我们要做一个小测试。妈妈，我爱你，你弄鼻子是什么？你就是为了电视呀！妈妈们可以多和宝宝玩一些小游戏，这样可以增进感情哟。